首领蔡依林日前出席品牌活动，身穿黑色小礼服现身，露出长长美腿以及纤细腰身，一出场闪光灯闪个不停。多年的绯闻男友周杰伦放话要在明年一月前结婚，和男友景荣交往多年，感情稳定的蔡依林不知道有没有开始要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啊？其实蛮多人都结婚，要结婚，我觉得蛮恭喜的。然后，对，我比较怕别人问我什么时候要结婚。现在演艺圈一片结婚生子潮，不过乔令是丝毫不受影响，加上最近又荣登广告天后，看来他还是只想专注拼事业，蝉联天后宝座了。有个悬疑乐，可惜不是你。台北报道。明星小心。